所以，罗加达国啦，古人家话语电视，莫海新闻，使大家很记大眼，并个有古新闻是个话语。今日遐个了买的米达，加分是古，但是秘书今日遐个一万一大台湾麦基是古，好干个比我来古大眼呐哈。阿基巴来话汉米达是古，跟汉呐哈路，眼古木拉乎你莫叫啥。你话讲大人家个，话讲下古家个奶奶，阿那个家婚事古跟汉下咪大个，下咪那什么个，乌鸦古是那古那下比啦。当时是古了大人家，你那个比有，阿吉不来讲个话来个个是不得要大人。当时那个原民局是阿鲁是古来个大业大学，莫阿生大人叫啥？噶很是古，跟汉路不交关呢，牛不滚。马吉古不交关那大人黑呀个，他又不敢骂人，不晓怕生多。乌阿古不交关那哈个，八月不晓怕生多。阿那个不得路噶话是乌阿交关黑呀个，米那是古骂人不晓怕生多。古都乌伊个跟汉大人个伊尼个不拉人，米那是几万不晓怕生多，伊尼是古比拉。实际上，伊忙比拉是那古那哈个，得用几万帕森多。如得好么不忙比拉是那古黑呀个，0.1%那那。你话讲呀，该古不抓滚那哈路，伊尼个话么啥是那古比拉？一家子住在一起，住在那个环境之后，你会在想，哎，奇怪，好多小朋友，怎么都，应该十几岁、二十岁应该都还在读大学，有没有？可是他们并没有读大学哦。他们都是在工作，其实他们的生活不见得比乡下还要好，他们反而更痛苦。很多我们的小朋友都已经是高中、大学的很多，在教育上他们都有达到一个水准，可是当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，还是很多的瓶颈，变得有的大学生、有的高中生还是做木工，还是资源回收，还是最多的是物流。因那个木屋伊个个跟那汉遐个牛发滚，他们那是给路不干几万帕森都那个大烟，发滚那哈古个个那那，路罗卡木萨个木路因后烟那不是连遐个，都有不干帕森都，古都会发古给大烟，噶很平了不牛发滚，他们那是把不干帕森都遐个发个慢路，发梦给大烟。Ana ga giwai ven kiskwara, merkias kemayang kei tayan ini ga mung kei tayan ga ini balai kintehok. 族人的光荣感啊，跟所谓的这个自我认同非常的高，就是他们在联系所谓的亲朋好友们参与文化活动上面呢、啊，比例上面也很高。我们也发现说，年长者也有一些隐忧了哈，家长是认为说这个族语教材取得比较难，最多的是族语老师。当时原民局长格玛言木吉，当时那个大人黑呀个，我都忙给路线么小阿生，明看，那汉哈叫啥黑呀个，还明那是马干生古阿生，一万古都那古平了不，马吉古林不干干尼了个，爸爸呢格巴来用古大人个，他后爷不很多格尼大是格巴拉那大人，话语格玛言。